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凤毅然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当真是来找什么凤鸣剑呢？莫不是我偷练九转回灵丹的事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，八老头是信得过的人，风声不应该走漏啊。是真的，小姐，他们都在家里找了一整天了，把整个老宅都翻遍了，可是还是什么都没找着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给他找点事做，这样他就不会来折腾我们了。这凤鸣剑应该藏在哪儿呢？堂妹啊，这挖了老半天也没见剑的影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怎么可能，我记得可真切了，就在这花坛里。哦对了，当时那管事好像留了一首诗，说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什么诗？堂哥，你不认识啊？怎么可能？认识，当然认识。青海立皮蓬，汉代养福南。那枚吕桂林，柳绿亚加根，你就说是不是这好事？这么一看，真是一首好诗啊。堂哥，你看这字有点像符咒，这字体结构又有着规律，是不是有一种暗藏玄机的感觉？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嗯，可惜堂妹太过愚钝，没办法帮堂哥你排忧解难，不过想必堂哥的聪明才智解开一定不在话下。谢谢堂妹，我一定好好研究这事，争取早日拿到凤鸣剑。小姐，你那写的是什么呀？我怎么也看不懂啊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只是胡乱写的。